圣殿，史上无数个经典的时刻在这里上演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安菲尔德球场。我是王涛，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家非常不熟悉的资深解说嘉宾苗坤。非常感谢王涛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对决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向前狂奔，阿德里亚诺，下一步射门，他希望能抢先一步，传中的好机会，米尔纳排除了险情，拉拉纳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试图直飞，莱恩斯跑向了传球的落点。莱恩斯有力的头球，聪明的扑救，跟进补刀，啊对，不是补射，球进了。帕雷斯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，然不让世界充满暧昧，上亮声亮音，我爱你在他乡，还好妈妈再爱我一次之事，先够到了球。他的直觉告诉他门将接不住这个球，直觉非常敏锐，对形势的解读也很到位，而且比别人快了一步。贝西克塔斯先下一城，我认为这个进球会给他们巨大的动力，主教练一定会希望他们乘胜追击再入一球，不过现在还远没到坐享其成的时候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意图很好，但是没能成功。质量怎么样？阿德里亚诺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快攻的好机会，直接长传。拉拉纳，拉拉纳将球传到边路走廊，萨拉赫传中，萨拉赫将球传向后防，耐心寻找机会。拉拉纳送出直塞，我尝试打一脚，掉到前场。人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传球，罗伯托·费尔米诺能起脚吗？这脚球他应该可以完成得更好一些。他完成了一脚非常漂亮的打门，我觉得他很可能会趁热打铁，寻找机会再试一次。挑传渗透的位置很好，
艾尔肯传得很妙，那个雷多没法把球停住。马内，米尔纳，拉拉纳，球在马内脚下，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艾尔肯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高高跃起，很出色的抢到了第一点，但是没能破门。贝西科塔斯险些失球啊，他们在边路的防守有着很大的问题，一方面对手的突破实在是非常的漂亮，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加强在边路的防守和门前的盯人，否则下回就难料了。能进球吗？帕雷斯马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那个雷多好的，有足够的空间，八角怒射，这脚射门哈有些水准。我想他在射门的一瞬间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，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这一线之间，非常非常的微妙。掉过头顶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马蒂普抢了回来，萨拉赫，拉拉纳，阿德里亚诺直接传到前场。哎，不行，他很难冲击这头，好机会，这将是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。好的，经过45分钟的激烈对抗，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，但是这里唯一的进球确实堪称上半场的高光时刻，应该说比赛很精彩。至少从比分上来看，他们的表现很难让人信服，而比分是最重要的事，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来说就必须要冒点险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教练员和队长也该说两句激励士气的话。双方的比拼现在继续，我相信啊，教练员肯定是做好了必要的调整，现在呢就看球员们的这个执行力了，将战术转化为战果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球在萨拉赫脚下，萨拉赫，他抬脚射门，再试一次，反应很灵敏，门将的神勇扑救，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，确实难度不小。华丽的射门，值得一试，但可惜没有能够打进。他做出一次即兴表演，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射门姿态，但是这种射门极少能够打进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艾尔肯，漂亮的直塞球，萨拉赫，他抬脚失射，竟然打丢了，浪费了一次妙传。整个进攻都源自于球员开阔的视野，这个过顶传球真是赏心悦目。想要穿透防线，马内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穿透了防线，莱恩斯，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，及时的解围，他们能形成反击吗？打一脚，
成功了，两球领先，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。中场拿到球只是个开始，他们凭借着手术刀般的传球配合和冷静射门，抓住了这次机会。贝西克塔斯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这第二个进球，他们，哎呀，进得漂亮，罗伯特·费尔米诺。在这个位置射门，他还能不进，等于是把凯旋门搬到跟前，他都踢不进啊。他的跑位值得称赞啊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成功破门，但同时也要感谢对方非常非常糟糕的防守。射门。潇洒的进球，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，如果一定要让我预测的话，我会预测比分还将被改写。拉拉纳，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好的，他成功的突破传球，过去威胁的横传，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分到右侧，戈麦斯抢得头球，毫无威胁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一次长途奔袭根本就停不下来，有机会，帕雷斯马，他们进球了，他们领先了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这名球员今天的表现可谓无人能挡，绝对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贝西克塔斯取得领先优势，射向球门。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，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，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，莱恩斯，漂亮的直塞球，他穿透了防线，争取再进一球实在是勇气可嘉，不过要是搞砸的话，教练可要发火了。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，能否破门得分呢？进得漂亮，罗伯特·费尔米诺。他们展现了惊人的韧劲儿和斗志，这种敢于放手一搏的球队实在是太棒了。完美的假动作，看上去还以为他要轻轻地传个高球，触球动作很漂亮，射门更精彩。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，他可以把本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。这是我近来看到的最佳表现了，他的动作非常敏捷，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防他。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足球的魅力啊。哎，优势转瞬即逝啊，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多少次了，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马内把球抢了回来，机会怎么样？他得分了，他们做到了，逆转了，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太精彩了，第一下非常漂亮，创造出了绝佳的射门机会，进球当然不在话下，这球值得一看再看。第四个进球，他是今天的主角。在扭转战局之后，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？这太关键了，不过比赛并没有结束，现在还有时间再组织几次进攻。及时的破坏了，直接长传，维达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比赛结束，多么神奇的比赛，多么神奇的逆转，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，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。